就有個好消息宣布啦，就是我正式加入了就係商台口水多過浪花呢個節目啦。過咗呢個試用期，成功喂，成功冇俾人呢一個叮走，耶、yeah! ！可以繼續啦嚇。係啊，過咗試用期啦，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，嗰首主題曲咧都已經係加咗我個名入去，咁同埋嗰句歌詞咧就係我自己都有份創作嘅，咁所以就一個好好好開心嘅全新嘅開始啦。有咩特別體驗啊？加入咗電台？體驗當然好多嘅，即係了解到好多佢哋幾位前輩其實佢哋做節目嘅一個模式啦，咁自己應該點樣做啦，同埋留意到自己講嘢有可能邊方面會有問題啊等等，咁當然仲會就係同咁多位就係傾下自己，譬如即係小至日常生活嘅嘢，大至就係工作嘅嘢都會同大家討論，咁所以就係整體嚟講係能夠加入到都好開心。